挂炮啊，亦叫个扑翼手。呢、這个枕桥法子头先有啦，啊，而家又就唔重复。好，又系向西南边啊，搭左脚啊，左挂先，右手唔系左手收翻过嚟先，搭左脚啊，避一避，一个抛锤，一个挂锤咁打埋去，再嚟抛锤，抛呢个脚一走嘅时候拖一拖向前，佢走一个斜步啊，抛向呢个西南边啊，搭右脚，右手挂，左手抛，跟住上一上啊，拖一拖步上，一、二，好，侧边做一次，一、二，好，边级抛冲，呢、這个。而家是向咗西南边，再八步上翻正南边嘅弓步，啊，八步弓正南边，好啦，呢度一边，呢度一退打斜，咁样发落嚟，呢度一发落嚟之后，呢度咧右手啊，左手一发落嚟，右手吸吸啊，這个吸除，大家睇下，我一阵间侧边先。吸锤打落，再退翻左脚成横裆步，抛锤抛，再嚟啊！再转转车马，横弓步冲拳，啊！一招四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！侧边睇下，回手，八步，啊！一招四式。手臂又是要放松，好多是打吸锤是打不好的，它的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它的膊头不够松，而它的力啊以为集中在个拳面上，实际吸锤是整条臂的重量撳下去。咁有啲而家就打成多数呢，打成呢是冇力的啊，咁样去吸锤啊，呢、這个嚟讲一夜就吸到盡啊，呢、這个吸抛冲。好，左右单拦，单拦手是收，先将右手收返埋嚟，收返嚟，左脚啊有个勾踢，勾踢啊的同时啊一收返嚟啊，杀颈啊，退步啊，再退翻步，一个横跌掌咁打出去。咁呢个动作嚟讲咧，一般嚟讲咧，呢、這个勾踢同埋横，佢系一个相反嘅力。啊，手嘅力系向呢边，脚嘅力系向呢边。咁对于一个人嚟讲咧，唔习惯用一种咁样嘅相反力用力咧，就系嚟讲咧，即系有啲用得呢度手嘅力，脚啊冇力。啊，用得脚挂得脚嘅力勾踢啊，手又冇力，所以嚟讲呢个咧，平时咧要多做单式啊，多做单式单拦勾啊，再退翻右脚横跌掌，横跌掌嗱、啊、正面咗一下，一个横弓冲拳之后，啊，退步打出去，横跌掌，呢、这个是直手跌掌，直跌掌，呢、这个是横跌掌，一、二，啊，横跌掌之后转身横弓冲拳左。下一踢啊！头先系右单拦啦，而家左单拦
就是一样钩啊啊，好退步，好啦，呢、這个嚟讲咧就系、是、直跌掌啦啊。头先呢边系横跌掌，打出去单拦手之后系横跌掌，呢边单拦手之后系直跌掌啊。收脚又系一勾踢之后收脚直跌掌。啊、再嚟转身、啊、向翻呢个东边，转身嚟讲，左手捞、啊，左手捞，右手托，呢、这个系托，用呢个位，呢、这个掌嘅下边呢个位向上托，托，啊，向翻正南啦。一托之后向正南踏步啊，左手右手向下一擒，左手虎爪黑虎偷心翻嚟咗，一二啊黑虎偷心，咁呢打出嚟嚟讲呢就要有气势啊，特别系虎爪虎虎生威啊，虎形八八啊，有个气势，金龙献爪，又系转身向后走嘅盖步。啊，我先讲步伐，两只手，两个爪向下咁样兜过嚟，即系拿一个圈向下兜，再嚟盖步。咁咧就形成咗咧，隻手咧即係兜個咁樣嘅圈，兜個正圓啊，側邊睇啊，兜個正圓啊，十字分金轉身咁樣轉啦啊，咁樣轉啊，向翻正南邊。金龙献爪，转身，两只手交叉转过嚟，啊，再嚟踏一踏步，左脚向前一个分边锤，啊，咁咧呢个连续动作咧，啊，大家睇一次，系，好，转身十字分金，系。啊，向呢边，臭！咁呢个边锤就要有力啊，唔好打成咧，好似做广播操咁样，抗空运动啊，呢啲抗空运动系打唔到个边锤嘅味嘅吓、啊。一转身嚟讲，一坐腰嗰阵时，两条臂一抽，吓、啊，上右脚成功步，金星挂角，上右一个散锤啊。咁呢个哨锤系利用整个身转身时成幅咁样冚过去啊，一咁咁一成幅一冚过去啊，呢、這个哨锤。咁哨锤呢个嚟讲咧，就人又阿妈生识识打嘅啲锤，其实都唔系噶，都要练下噶。哨，再嚟转猛虎推山，左手推，右手抱拳。猛虎推山啊，呢、这个嚟讲就依下简单啲，猛虎推山好啦，再调整踏翻马步啊，冲拳日字猛战，亦叫马步冲拳啊，猛虎推山啊，日字锤呢、这个同头先即系套路上边嗰啲段落嗰啲个冲拳有啲唔同，嗰啲冲拳系用平拳。呢、这个手背是向上的啊啊，呢、这个平拳，呢、这个日字锤啊，要打日字锤呢啲下啊，十字分金，金星挂角，猛虎推山，日字猛战
好，嗱，做一次连贯。日至晚战，下一式灰星踢斗，这个是转回向北边的，所以来讲我先打，再来正面再打一次灰星踢斗，玩起踢脚，一玩起先提膝再踢脚，好，正面做日至晚战，玩好，灰星踢斗，踢脚，收脚的时候，下一式硬荡平沙，一踢脚，落步，右手向前边一擒虎爪，再嚟讲上步，左手又一擒。虎爪成一个盖步，再上左脚，再来一个右手，一个虎爪擒落去，再来啦，插呢个右脚，再回身向翻南边插步，一兜踢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踢。一、二、三，插步四，好，正面做。灰星踢斗，踢脚，收落步一，上步二，再上步三，再插步。插右脚，回身向后，右手向后，一插步向后，捞，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虎爪是一个轮地动作，是一个轮地咁样嘅动作，咁咧做得咧个形态咧要生动啲。唔好做得呢啲好僵硬啲动作，点位呢，点僵硬呢，一脚咁样。呢啲就僵硬啦，呢动作。要个轮臂好灵活。最后嗰步嚟讲，我头先跳跃啦，要正面睇，侧面睇。呢、这个轮臂未练熟的时候先唔使跳跃先嚟讲八步一、二、三、插步四。熟咗之后跳跃。抛锤马步抛锤。硬荡平沙回身一捞。起身。转马步，左手抛锤，起身转马步抛，好侧面，起身转马步抛，一个抛锤抛马步抛。下一步扭马抛，扭马实际嚟啊，两脚左脚撇向外撇，右脚拖过嚟，将个膝头插，将右脚膝头插入左脚呢个脚拗呢个位置，扭马抛，马步抛，扭马。好，下一式之字叠掌。
是走两边啊，两边嘅蝴蝶掌，而且人系要做得好协调啊，好顺啊，先好睇嘅。如果唔做得唔顺咧，系好难睇啊。而且嚟讲咧，人哋咧唔知你根本就唔知你嘅意味系乜嘢。好，扭马炮，右脚开步啊，向左边开步，盘落嚟。再来左脚向西南边再盘，同时来讲左脚搭上去盖步又是一盘，一圈上来，再来呢上西南边上弓步，蝴蝶掌打出去，一二上步三，咁第三步嚟讲咧系要手到脚到，唔好咧先上脚后出掌。下一个向东南边，啊，又系盘向下盘，右脚盖步向东南边。啊！嗱，一盘咁盘过嚟，圈手啊，向东南边啊，再嚟搭左脚打出去，好快做一次，做一个气势。先人指路，摆右脚摆返上正南，而家係向呢个东南啊，摆返向正南啊，先人指路，弓步右脚，嗱，原本呢个係一个斜嘅弓步啊，向呢个东南边，好摆返正正南边啊，就係玩左手玩起拳头，右手一个发指沉桥，这个来讲呢是一个做一个静力练习，得打玩好，下式拳打脚踢，左手冲拳，右手弹踢，右脚收的时候是向后收啊，有一个跳跃有少少啊，猛虎爬沙，一个拳打一个踢啊，呢只脚收落嚟向后啊，再嚟讲左脚褪，拳打一个踢，猛虎爬山落步的时候，再下一式猛虎负鱼，左脚向后拖一拖，右脚啊跟住拖返嚟一个虚步，啊，同呢个呢同开式嘅猛虎负鱼系一样嘅，猛虎负鱼，猛虎爬沙啊，猛虎负鱼，啊，呢个要显起一个老虎准备扑嗰个气势，嗰、那个啊负鱼顽抗只老虎啊，猛虎负鱼，好，再嚟踏步，踏右脚牛角锤，一踏右脚，踏两边啊嘅哨锤。啊，两边咁样向呢个对方呢个位置或者呢两个位置击去，
好，右扣虎爪啊，虎爪扣爪是一个退步啊，退步一扣。弓步冲拳一冲啊，这个冲拳是一个长桥进搏的冲拳，搏头要射出去啊。啊，佢依个系长桥嘅，啊，唔同于有别于短桥咧，短桥系咁打，啊，系要沉搏，系沉肩聚爪，啊，佢呢个系长桥进搏，所谓叫做一爪，啊，冲拳，好，跟住下式收拳见礼，好，射右脚，重心坐翻右脚。啊，合拳同掌合，再推翻出虚步见礼，啊，玩上嚟，啊，退步双挂锤，再退步好拳，立正，啊，收势，冲。垂手立正，咁虎卧相迎呢、这个套路嚟讲啊，就系、是、到呢度为止就完全一个结束啦。我讲一下啊，呢套虎卧相迎啊嘅风格特点。同埋你個攻防嗰個概略啊，因為呢套拳嚟講呢，有別於啊嗰啲老紅拳啊，即係咩叫老紅拳呢，講起上嚟就應該係喺黃飛鴻以前嘅嗰啲師傅，比如嚟講有名嘅鐵橋三啊、黃隱林啊呢啲呢，嗰陣時嗰啲人打嘅老紅拳呢啊，就是来讲是纯纯粹粹是短桥的啊，所谓短桥就是来讲呢，用这一节啊，主要来讲的运动是这一节啊，啊这个就是短桥。那这个来讲呢，自黄飞鸿以后比较多的，譬如代表性的拳啊，公子伏虎拳啊，虎卧相迎拳啊，这些来讲呢，他就呢加入咗嚟讲咧，长桥嘅手法，咁亦都系咧一个进步啊！因为嚟讲咧，啊佢嘅内容丰富咗，佢嘅攻防啊，同埋佢嘅训练啊嚟讲咧，个内容亦丰富咗，攻防嘅手法亦多咗，咁呢个系一个进步嚟嘅。呢套拳咧，所谓长短桥结合啊，短桥嘅啊，所谓嚟讲一开头啊，譬如嚟讲。佢嘅猛虎附喻啊，呢啲系短桥啊，呢啲啊，咁佢嘅呢啲啊长桥啊，呢啲挂级啊，呢啲啊，呢啲抛除，呢啲系长桥，呢啲属于。咁短桥嘅部分，佢主要表现在嚟讲咧，系喺虎形嘅部分，虎形啦。佢个爪法猛虎附喻啊，啊呢啲系嘛扣爪啊，呢啲动作啊，呢啲又形成咗咧佢嘅短桥嗰个攻防体系，短桥嘅长处啊，短桥手法嘅长处在于咧防守严密啊，佢以嚟讲咧，首先系保护住自己啊嗰、那个安全啊，唔受到攻击嘅情况底下。再用自己嘅功力啊，去贴近对方，再嚟防守。咁呢、这个佢嘅虎爪呢啲伏手爪呢啲一揿就爪啊，呢啲嚟讲就形成咗嚟讲咧，对自己胸前嘅一个嚟讲咧嗰个保护啊，咁样密手咁爪呢啲啊，
啊，呢啲画啊，呢啲爪啊，呢啲琴爪呢啲咁嘅爪嚟讲咧，佢系一个短桥嘅防护动作。呢啲虎爪就系嚟讲咧，你喺上嘅时候我咁爪啊，中嘅时候啊琴啊，就系、是、只能够系呢啲。我不管你系使用乜嘢招数，系嘛，只要你向我嘅中部啊进攻，虎爪啊呢啲啊。虎爪就是爪出去，一擒就畫，呢啲。咁虎爪嚟讲呢，佢有几个作用。一个作用就係扣，係擒对方嘅手法，係畫对方嘅手，爪住对方啲手，一个作用。第二个作用，畫面執衫有时嚟讲唔一定嚟讲一爪，目前啱唔一定執到人啲。手啊臂啊，好可能系执到人哋嘅衣服啊，呢啲嘢。咁咧一执住衣服咧，虽然呢个时候执住，你又变咗形成咗咧锁住咗对方啦。咁锁住对方嘅时候去攻击咧，嗰、那个效率就高啦。啊，呢、这个虎爪啊，第二个作用啊，或者咧你可以画面啊，执衫啊，爪衫啊，爪衣服啊，所谓拳去爪回，以前嚟讲啊，我师傅讲落嘅，一拳打出去就执翻转头。打咗个拳出去打空咗，我只手一抓翻转头，我不论系乜嘢，我哪怕执到你件衫都好，我执住你嘅时候，我就系锁住你，啊，你就冇得走，我就可以攻击啦。再讲下佢嘅壳形，啊呢啲，啊呢啲壳形嘅时候，呢啲，啊呢啲壳嘴，咁呢啲嚟讲咧，壳形嘅动作咧，一般嚟讲咧系。步走轻灵啊，巧入偏门嘅，因为嚟讲咧，佢系靠灵活啊，即系壳啊，同对方啊斗嘅时候，咁你话壳嚟讲，佢毕竟系一种比较弱势嘅动物啊，佢唔可能嚟讲同狮子啊、大象啊嗰啲嚟讲拼体力嘅，佢只有系灵活跳起一张啊，张咁样啊呢啲，咁所以咧形成咗嚟讲咧，佢就系走偏门嘅，呢啲一扣把啊攞眼。啊！攞喉咙啊！呢啲一靠下呢边啊！呢、这个嚟讲咧就系、是、走轻灵动作啊，走侧面啊！呢啲嚟讲啊，呢啲琴法咁啊，呢啲啄啊，都系嚟讲咧要走轻灵。所以嚟讲咧，一个手腕、手臂啊，逢亲应该讲话三个关节都要比较灵活啊。如果唔系嚟讲咧。啊，硬强强嚟讲，你使唔，因为佢个杀伤力本身就系低，呢啲手法，佢系以呢个嚟讲系要攞人哋嘅要害部位嘅，譬如攞眼啊呢啲，咁所以嚟讲咧，呢、这个就要灵活啦。如果你唔灵活嘅时候，啊，咁你本身杀伤力低，咁啄嘅人都冇用啦，啊，啄心口啊嗱冇用嘅呢啲嘢，啊呢啲动作啊，只有嚟讲，作声咁怼落喉咙度啊。怼落眼度啊！呢啲位置啊，所以先咧嗰、那个有用嘅啊，呢个咁，所以嚟讲咧就打壳嘴嘅时候，呢啲动作咧就要练身形啊，关节啊要比较灵敏，即系咧唔好嚟讲咧用于中央突破啊，而系要走偏门。壳形除咗壳嘴之外，佢另外一个武器就系脚啊嗰啲。弹踢啊呢啲，所以咧佢用弹腿啊，用呢个脚尖啊，所以弹腿啊，佢有弹性，佢快啊，即系啲学脚嚟讲，提起咁踩落去啊，呢啲脚嚟讲就要起弹性啊，学嘅啊，仲有一个学嘅另外一个武器就系嗰对翼啊，嗰对翼啊就要拍落嚟啊。抬上去啊，咁样弹对方啊，咁样呢啲咧就系壳形嘅明显嘅攻击嘅明显嘅手法。咁喺呢个虎壳伤里边表现嘅嚟讲咧，壳形嘅壳臂啊，嗰对翼嘅表现呢啲啊，当然喺套路上系咁样，佢系一个表演动作啊。真正要用嘅壳臂嚟讲系要啊向呢个方向。啊！你边个攻击啊？向呢个方向上使，就唔可以嚟讲
呢、这个系冇用嘅，因为你嘅对手系咧要睇你嘅前边啊，所以呢打落嚟嘅时候呢啲一啪啊，如果真正用嘅系呢个，仲有一个拖翼手呢、这个，点解叫拖翼手呢？啊，又要挂抛锤，咁佢由于佢得咗拳头，所以咧佢又挂抛拳，实际嚟讲咧就拖翼手系利用嚟讲呢两个。整个大臂的力啊，这样抽上去啊，抽这些抽来讲呢，嗱、啊、大家看到了是向斜角的。当对手在这个正面的时候，他在斜角食入来啊，在这些斜角啊走斜的一抬啊啊啊抬的同时抬對方的臂的同時，這個手是向這個一抬起，向個下巴這邊攻擊、啊、這些來講撲翼手、啊、這些代表的啦，是吧，好像是可記翼這樣，這些、啊、撲翼對方攻擊一射出就撲翼、啊、這些向這些地方、啊、就撲翼，同埋來講、啊、搭橋的時候啊，对方啊，这个打个比喻，我同对方搭桥，对方一扣手腕扭我啊，向下扭，咁扭我嘅时候，佢两只手一执住我向呢边扭啊嘅时候，我一转身就穿过去啦，就喺佢对方嘅下边脚，就系、是、对方扭我，我扎穿，就呢个就系扑翼啦啊，呢、这个嚟讲咧就好重要，扑嘴。啊，扑翼啊，呢个挂抛啊，如果用手掌就好似只翼咁啊，用拳头就挂抛啊，呢啲拳头啊就是、壳形嘅攻击同防护嘅手法。下边呢再讲下虎壳双形钳嘅，除咗头先所讲嘅啊，系动物形态嘅啊，虎形啊、壳形嘅招数以外，再讲下呢个虎壳双形里面嘅拳法啊、掌法啊，即系呢啲唔系动物形态嘅斗法。咁首先想讲嘅，佢虎壳双形啊嘅长短桥嘅内容都有啊，不过咧就偏重于长桥。我先讲下短桥嘅。嗱，譬如短桥喺开庄里边已经充分体现咗啦，啊，边啲咧？啊，切掌啊，挑桥啊，啊呢啲依啲啊，沉桥啊，呢啲就系呢个洪拳之中典型嘅短桥手法啊。切掌啊，系防下路攻击嘅啊，呢啲啊，挑桥系中路同埋嚟讲咧左右。啊！佢系一形形成一个防护嘅面，一个扇面啊！好呢啲啊，沉桥系防漏打啊！呢啲一挑桥嘅时候，好容易人就喺个位置一漏入嘅时候，你一沉桥就压住对方。巴掌加桥、劈桥吓、啊、扣桥啊！呢啲就纯粹嘅系短桥嘅手法。呢、这个喺呢、这个啊开庄嘅。啊！呢啲里边体现晒啦，呢啲啊，呢啲就系短桥嘅手法。佢形成嚟讲，通过桥法各种桥法嘅组合啊，形成咗一个防护嘅体系。劈、封桥啊，呢啲啊都系短桥嘅防护手法。长桥嚟讲，所谓长桥就将嗰、那个。整个臂都用到尽，叫做长桥啊！长桥佢发嘅拳，首先第一个佢最大一个特点系尽膊，系将膊头送出去啊，送晒出去啊！唔同短桥嚟讲系枕住啊，咁佢送出去咧，长桥嚟讲咧嘅优点喺边度咧？头先所讲短桥啦，就防护严密啊，长桥嘅优点嚟讲咧。是在哪里呢？看起来它
好似系空咗啲啊，但系嚟讲佢嘅优点咧系杀伤力强啊，特别适合嚟讲咧身高体健嘅人。咁喺呢个俯卧撑里边咧，长桥嘅手法啊，主要嚟讲啊，一个正弓步嘅啊前指五马嘅冲拳啊，第二个啊佢有横弓步嘅冲拳。咁横弓步嘅冲拳嚟讲咧，佢嘅优势嚟讲咧就喺边度咧？佢系更隻手啊，将人嗰个攻击距离更加增长咗。点解咁话咧？嗱，我只脚摆喺呢度，而家右脚，我如果我用正弓步冲拳，我系到呢个点；如果系横弓步冲拳，啊，足足嚟讲咧，系咧前进咗一步，啊，佢个攻击点嚟讲，啊，呢个就系横弓步冲拳。而且咧，横弓步冲拳嚟讲咧，佢嘅力大又喺边度咧？佢嘅旋腰度，由于咧，你一般正弓步冲拳，往往嚟讲由侧身啊转到正身嘅时候，系转咗90度。而佢横弓步冲拳咧，由呢个偏身转到呢个身嘅时候，转咗180度。所以佢嘅旋腰度大嘅时候咧，打出去嘅力猛。咁往往好多时候嚟讲咧，佢就形成咗咧一种以攻为守嘅手法。咁就形成一个以攻为守。第二个咧，我侧身系偏身啊，我基本上冇攻击点俾你啊。如果你正身冲拳，你呢个正身系俾咗对方嘅，形成咗对方嘅一个攻击位置嘅。所以嚟讲咧，佢偏身咧就有偏身嘅长处喺度。佢个缺点，是由于是横当步啊，咁咧依家就形成嚟讲咧，嗰、那个人嗰、那个马嗰、那个力要企得好稳啊，因为咧好容易啊企唔稳嘅啊，咁所以嚟讲咧，一出力嘅时候就要拉个平衡力，有个平衡力啊。如果嚟讲冇平衡力嘅时候，一出锤，成个人扑嘅啊，就呢、這个。所以嚟讲呢个依一点嚟讲，大家要留意。第二个嗰、那个步要稳，稳呢有一个办法啊，一个嚟讲呢车马啊，同埋扎实啊，车马佢嘅不足之处喺边度呢？佢进退唔够走直步灵活啊。点解呢？嗱，佢嘅进步系往往系咁进，要一喐两脚脚同时喐，要推嘅时候大挂大抛，呢啲大挂大抛啊，呢啲啊呢啲鞭吸啊，呢啲大鞭大吸啊，抛短桥啊，适合嚟讲一个打一个啊，单独对打。如果遇着群殴嘅时候咧，就往往长桥嘅作用发挥得大啦。呢啲咁抛锤啊，呢啲咁嘅鞭锤，咁呢个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啊呢、這个长桥嘅手法。佢有一个啊，佢进攻嘅时候强大嘅啊进啊，退嘅时候啊用顶住你。佢利用长臂嘅臂长，往往嚟讲咧可以咧，将对手嚟讲咧，大面积嘅手法啊，同埋呢个桥手啊，直情抬起，呢、这个长桥一个特点。练呢个俯卧双形拳啊，所以短桥同长桥嘅相结合啊，佢哋系一个咧，用两种唔同嘅训练方式去训练啊。短桥啊，系要着重于静力啊。同埋桥功啊，呢啲练习长桥咧，往往嚟讲咧系臂松，手臂要松啊。咁平时嚟讲训练嘅时候啊，白松啲臂啊，呢啲啊呢、这个嚟讲系一个啊重要嘅训练方式。如果唔系嚟讲咧啊，如果长桥如果个臂唔松咧，打得咧就好肉酸，唔单止而且发唔到力啊。譬如我头先所讲嘅打吸锤，有啲打成咁样。
冇用啊，一吸嚟个腰拍落去啊，就系、是、要咁样冚落去啊，成条腰坐落去咁打啊，呢啲嚟讲，呢啲吸除先起作用啊，抛除亦系啊，呢啲嚟讲啊，如果系打啲咁样冇用，一抛嚟讲一条腰一抽，成个咁样啊，咁样抽上啊，啲腰嚟讲啊，呢啲一挂成份身。咁样砸落去之后嚟讲，呢度条腰一抬，呢啲扑翼啊，呢啲啊就要咁样，要咁样作用，要练多松腰、松肩啊，步伐要灵活，通过啊各方面嘅桥功嘅训练、短桥嘅训练啊、长桥嘅训练啊，咁呢套科学双形拳嚟讲咧啊，咁样练到一练。大家啊，练到纯熟，同埋咩嚟讲咧？应该讲话咧，佢嗰个人嘅技术咧，就应该系比较全面。希望大家嚟讲咧，通过嚟讲咧，各种嘅训练啊，能够嚟讲咧喺呢方面咧取得一啲成绩啊。同埋今日嚟讲个科学双形啊，就介绍到呢度。
Thank you.